你看吧。然后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忘词了。好疼啊！我记得脆这也会穿吗？对，忘词了。这，你给我动一下。啊！特帅，特帅，这把帅，真帅。我还有那种翻花的声音呢。那你站在那儿，今天我很清楚的记得。啊！你叫个鬼啊！压到我！没有，你叫我。挺特别好啊，全部全部到位了。不是我一扑下去之后，我就想亲了，不想说话。对，到时候我你不能放弃抵抗，你要你得抵抗。我会抵抗的，你要想我是你女朋友。不是，怎么拍好？但是这被公开锁定了。你认为怎么好看？一直框你多事这种的。你看，白老鹰已经放弃抵抗。你有点反应呗？啊，别，不要！你这就是要的表现。不要！啊，别！哎，不对。再远一点。不用，你就这边了。找个你喜欢的位置。干嘛呢？英子，别拍！哎，你干嘛？有我呢。你别吹啊！嗯，听到我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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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喝口酒吗？亲我喝口酒。真生气了？你还摸自己屁股吗？气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这不是白灵吗？你怎么这么要了你了？这么什么？这么要了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我摸你，别摸我，摸我。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吐什么？忘词了。哦，是哇，那每次都弄疼我。难受，我跟你都死了。你轻点，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为了方便，上来你就已经是那种情绪状态里了，嗯、你一定要歇斯底里放出来。嗯，完了呢，前面你就在这个歇斯底里面，那小龙那几个层次呢说的特别好啊，小龙老师那几个层次，你要把它做放进去，然后呢，到来说，哎。这个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哎，这时候一转变，哎，顾客，哎，你说的是真的啊？啊，就把那种歇斯底里的再收回来。这时候呢，你这个基本上把这两块完成了，后面就好多了。给他放到他刀上，你看，还打我，来，你好。哎，不错，做的不是累，哇，你开始卡我，这能拍着？他不是拍他，咱不拍他吗？对啊，哇，是怎么了？在这儿，你这是，你们，找点子啊，别摸大腿。能不能轻点？对，对啊，啊。温柔，看你那火火的大嘴唇子，在无意里给我无情的笑话。笑啥？真可爱。
许巍当年好吧，我感觉这么拼。是呀，就是今天我可能给他错药了。公安，你要放我下来，叫上老公把你放下来。放我下来、啊、叫不叫老公，就放我下来，叫老公把你放下来，快放我下来。早上就不跟你来了，你还想让我爬楼梯呢、啊、还想让我干嘛？我这么掉下去了。公安，我操，公安你怎么打我蛋呢？大爷的，你想跑？你大爷的！顾寒，我谁大爷没用了？今天我跟你说，你放我下来，顾寒！哎，叫声老公，叫声老公把你放下来！你放我下来！叫不叫老公？你放我下来！不叫老公，早上又不跟你来了，还想让我爬楼梯呢？嗯，你还想让我爬楼梯？哎呀，你！太能干了！你玩！哈哈哈！你想怎么着你？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你没来的时候还来劲是吗？啊？孤寒。叫不叫老公？啊？叫。叫不叫老公？大爷。叫老公是吧？还行。哎，你去不去？哎，大老爷，去不去？我去啊。去不去？哎，去不去？我去啊。去不去？服了，直接服了。